我操，他怎么那么冷啊？开了空调。你开麦上来。我的吗？来了，肯定是你的呀。你听到那应该是我的。现在呢？清楚了。不可能那么傻。嗯，一般弹主楼，人家开车过去，你就把他扫跑就行了。除非是没人，人家直接去了。爬屁股来的，火焰山那一队，或者是独立这种进来的。我看到人了，30万要的独立。标点。前方有危险。我又要转一下，转到30方向。你这样爆点，很多人不习惯看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不习惯断。转过去看要半天的，你直接标个红点就行了。你也看一下，文总。今天听到了。你也看一下，你也看一下。有雷了！前方有危险！跟哪个硬？还有在独立的，还有在独立的，我不想再单，我爬这边来。我这里有物资。G3你们拿吧。我能拿打喷子，第一个吧，我打喷子。我们一队拿六福，这个。哼，一队拿六福，你看我们喷子怎么打了，好吧？他妈要不我放了这个G3，G3真的凶，我把他打残了，他还能差点反秒我。还有个，我操，火奴在独立，独立的火奴，那个。看没有，过点。前方有危险。我看到了，瞄不了过去的，我先救。我操！他聚财。先救人。赶紧救，赶紧救！我打，我操！救了谁？救了这种。别对了，别对了，他火奴。小心点。这上面有人叫了。前方有危险。